大家好，欢迎来到笑谈三国第十八回合。这一回合照例由我萧逸君跟我们的怡君两位来跟大家聊一聊。对，进入三国演义第十八回了，听说这一回有很多的计策出现。也是啦，也是啦，对对对，反正如果是自在攻敌占地盘，其实他们就会想出一堆的方式，不过不外乎就是要把别人给并吞嘛。嗯哼，对。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因为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信念不一样，所以常常是上两回合是朋友，这两回合就变敌了。所以在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然后呢在这个政治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意思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小我，为了自私，是为了霸权。嗯哼，对，如果他们的立场通通都是为了众生，可能就不一样，就不会如此变来变去了。对，所以不要做小人，要做君子。那我们就进入第十八回合咯。是第十八回合，这个标题是贾文和料敌决胜，夏侯惇拔师弹金。哦，就是两个人物，就分别上下两章，这两个人物都蛮重要的。嗯哼，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一回合的内容了。是、哦、其实上一回合呢，这个贾诩啊不是在帮张绣嘛。嗯哼，那曹操不是要打他，是，对，然后打一打他这边看，然后就把他的这个军队呢认真的集中在西北方，然后叫他的这些部署呢把登城工具呢通通准备好，准备大举进攻。张绣不是很紧张吗？是很紧张的，就问了他的谋士，这个谋士就说没问题，你听我的话，我知道曹操想做什么。嗯哼，那其实就是他就看到曹操不是绕着这个城围着他好几次嘛，是，然后看到这个，所以代表曹操这个人哦，东南西北这个城观察的非常的仔细，观察了好几天。可是贾诩也就是说，你怎么会曹操怎么会在西北上面准备草啊登城工具准备来打我，我明明就是东南角这个地方呢、哦、你可以看到以前有破损，所以那个翻修的土啊有新的颜色有旧的颜色，然后我在上面做的这些鹿角就是栅栏啊防止人家攀登的这些东西呢也有一些有坏掉，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从东南打，你为什么会在西北准备这个呢？我认为你是假的，你是要我去守西北，守好以后你就从东南打过来。所以呢这其实就是声东击西，所以他就把这个道理跟他的主公讲了。那这个主公一听说那怎么办呢，贾诩说没关系，简单，我们把真正的兵呢叫他们吃饱，武器准备好，躲到东南去，把我们城里的百姓呢假扮成军人守西北，好像假装我要中计了，是，等他开始要进攻的时候、哦、就听我的这个号声，我一声号响大家就一起打，就可以把曹操给抓起来了。 OK，所以这个是这一方面这个贾诩传授给张绣的这个计策。好，我们来问问怡君，是，你是张绣，你会不会依这个计谋来走？当然要啊。那万一你猜错了？万一猜错就毁了。那也没办法，因为张绣他其实智能比较没那么好啊，计策比较好，他的谋士比较对他比较忠心啊。其实我们这个声东击西在战术上常常有了、哦、非常多，最有名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叫诺曼底登陆、哦，对，那个时候 盟军、哦、同盟国也是同时到两个港口、嗯、哼，所以德军也是在猜你是到底是到哪里、嗯、对，那当然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下，但是很少、嗯、真的就是孤注一掷、嗯、对，就算那个时候其实、德军的统帅希特勒是猜是诺曼底、嗯、可是他们守
守的将领绝对不是诺曼底、嗯、可是他们在诺曼底还是做了蛮多的攻势、嗯、对，所以其实也造成了很多的伞兵那等等在登陆的时候的损伤、嗯、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打仗，对，打仗没有赢的一方都是失败的一方，全部都损了、嗯、哼哼，那张绣就听他的话了、嗯、哼，要听部署的话，听完以后那当然这晚上就看到曹操派兵打上来，一打就知道他们输了嘛，是、嗯、然后就伏兵一上曹操就知道就大败、嗯、一直逃、嗯、那当然张绣就一直打他 打到早上、嗯就大胜一场、嗯那贾诩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曹操打败了就赶快跟他的主公讲说赶快写信给刘表、哦、请刘表也派兵，然后我们就两边夹杀他的他这个部分、嗯、然后刘表看到这个张绣的这个书信就准备要起兵，但是呢他这边的情报单位就跟他讲说可是孙策有屯兵在湖口，所以他也怕孙策来偷袭他、嗯、哼，对不对，上一回曹操要打之前不是就跟孙就写了信写了这个诏书给孙策叫他一起来打、嗯、所以大家就是互相牵制来互相牵制去，是这时候呢刘备这边有谋士啊，他的这个谋士就蒯良就跟他讲说孙策守在湖口是曹操的意思，但是现在孙策输曹操输了，我们现在不趁这个时间把曹操打败的话以后曹操一定会来报复的、嗯、一定有后患的、哦，所以刘表听一听也是有道理、嗯、不管有没有孙策在这边、嗯、我应该还是要去打曹操，所以自己决定派兵去打曹操、嗯、然后派了他的这个大将黄祖守紧守，不要跟他们硬打，就是守着就好了、嗯、这时候曹操呢他们不是输了吗，对，那一般输的时候不是就赶快 逃重新再驻营再重整旗鼓吗、嗯、就没想到曹操他们就慢慢的走啊，走到这个御水的地方襄阳这边的时候就在马上哭、嗯、大家问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年在这边、哦、因为曹操的那个事件死了他的大将，死了他的儿子，死了他的侄子、嗯、所以就在这边请大家停下来、嗯、说我们捻香奠祭典韦的亡魂啊，对、哦、是啊，那三军无不感慨、嗯、去年打输了，对，今年又打输了是不是很不寻常、嗯、哼，那一般的如果你是士兵你会觉得怎样，嗯，会觉得自己好像置之死地然后而后生没有耶、欸、我觉得一般的军士看到这个状况会觉得曹操是一个念情惜旧之人，哦，是一个情感很深的人，嗯、哼哼，对，完全不就是虽然是王者已逝啊，但是还是、嗯、一年了还是会记挂着他的那个部署、嗯、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收买人心，嗯啊，这时候呢他留在许昌的这个大谋士啊荀渠就派人过来说、嗯、哎，我现在收到线报刘备跟张绣要准备要把你啊，刘表跟张绣准备要把你这个、嗯回去的路给截断，要把你打败、嗯嗯、曹操就跟回答就回个信请他的这个回信说我啊带部队啊每天只走几公里难道会不知道人家要来追我吗、嗯嗯、我早就有计划了、嗯、不用紧张，等我走到这个安众的时候就可以把对方给打破打败了、嗯嗯、你不要担心、嗯、不过这里面也告诉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你看作战的时候资讯很重要，嗯，传令，对，他虽然不是第一线打仗 的实际的执行者，可是呢因为有正确的资讯你才会做判断，嗯、哦、那曹操是很早就想到对方一定会来追我嘛，是，对，他故意放慢、哦、所以刚刚前面那一段你可以说是刘、嗯、那个曹操很收买人心，收买人心、嗯、你也可以曹操在说他在演戏、嗯、他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行军慢慢行军，所以其实曹操这个人真的是蛮有计谋的、嗯、真的蛮有计谋的、嗯、对，那就慢慢走，然后就把部队就带到这个安众这边、嗯、那当然刘表张绣都引军过来了、嗯、那引军过来以后呢就两军会合，觉得曹操的部队不多嘛、嗯、我们就去打，是，然后果然一打就输了，
因为曹操 设了一个陷阱，对，设了个伏兵骑兵，对，哎，所以啊你看这个就是所有领军者其实要去分他那个形势、嗯、你今天去追一个打败仗的人、嗯、发现他步伐安稳、嗯、从容不迫、嗯、那就叫不寻常、嗯、哼，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你就自投罗网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观察很重要，对 对, 对，观察里面可以去帮助我们，虽然这个观察、哦、在打仗上不是件好事情、啊嗯、那因为曹操就将计就计做了这件事，可是呢是从刘表张绣这边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如果再多观察一点就能够更能够理解到、嗯、哦，曹操可能有什么想法，是，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做很多事情要仔细的去检查去 check，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讯息、嗯、那个讯息不见得是在表面上、嗯、表面上你可能看到它就是慢慢走，然后到这边好像枯未济这个点位好像非常的、嗯、感情深厚，导致行军拖慢、嗯、其实再更深层一层的时候，以曹操这样的人他怎么不知道后面有追兵、嗯、所以其实这个也值得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作为我们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都发现到有一些些不太合理的时候，对对、哦、我们常常讲说将心比心嘛，如果你是曹操后面有人追你的时候你不赶快跑你还会慢慢走嘛，其必有因，这个因就导致有诈这个刘表跟张绣虽然部队多但是还是打了败仗，是一会赢一会输啊、哦、这时候呢荀彧，你看荀彧真的是他的谋士中的谋士，你看、嗯、虽然在许昌，但是他的这个探子啊遍布整个中原、啊嗯、他们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哦、然后知道说袁绍准备要打他哦，他就赶快再派了探子再来跟这个曹操讲说哎、欸，袁术要打你、嗯、哼，这时候曹操拿到书反而紧张了、嗯、他说我要赶快回去了，嗯，为什么他反而怕袁绍？袁绍，我们那时候你忘记了，袁绍那时候是军队最多的哦，最强的。对，当时打董卓的时候，所有的诸侯推举他是共主。OK， 第一大势力要来了。对，而且是趁曹操不在的时候要打曹操的根据地。嗯哼，所以现在天子在许都，如果袁绍打赢了以后，天子就变成是袁绍在把持啊。对，所以他当然这根据地被攻击很紧张，所以准备要马上回兵，是，这时候重点已经不是张绣跟刘表了、嗯、对不对，所以呢就准备带兵回去、嗯、然后当然张绣这边也有他们的奸细嘛，是，就赶快跟张绣说哎、欸，有这件事、嗯、然后张绣就准备领兵去打、嗯、那这个时候贾诩就说你不要追，追了一定会输，嗯哼，刘表说你如果现在不追的话错失机会，我们军队还是比较多啊、哦、对不对，而且他们要回去防许都兵力本来就不多嘛、嗯、趁这时候把曹操打败就好了，是，所以就跟张绣说我们觉得还是要去打、嗯、哼，而且你看我们加起来几万的部队有什么关系、嗯、好，然后就说好吧，所以两个就去了、嗯、哼，就一去果然就打输了、哦，曹家军的这个后队还是实力坚强，对对，所以张绣就跟贾诩说不听你的话、嗯、果然有这一场败仗，对啊，贾诩说不要再讲了、嗯、现在赶快把部队整理一下再去打，嘿，这时候刘表跟张绣说、嗯、我们输了怎么打、嗯、他说你现在去打一定赢、嗯、哼，如果不是我说的这样子你打输的话你斩我的头，张绣就相信，你看连续两次谏言都那么精准，是，那刘表就有点疑虑，因为我毕竟来帮忙的，如果我去的话部队可能比较又损伤怎么办、嗯、就不肯去，是，这时候张绣只好把自己兵带去，果然曹操大输、啊、然后很多重物资啊就放弃就逃走了， 是，所以可惜啊，刘表这次如果一起去的话可能赢得更多，对、嗯，这里面其实也是告诉了就是说虽然是同盟、嗯、但自己都有自己的用心、嗯、那就是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厉害，对，自己的兵力啦，对、嗯、对，所以要做评估，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个佛教在去我嘛、嗯、去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嗯、你很多事情都以我
为利益的用心的时候，就会产生我执吧。是很多东看事情的时候，都是以我这样去，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我见，对，所以其实意思是一样。我们常常说，看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想想看，哎，我们学的一些道理啊，哎，可以去互相的呼应。嗯，哦，那当然，张绣就要再去追嘛，哦，因为打赢了嘛，就有一个军队过来挡住张绣，张绣就不敢追，就回来了。嗯，哦，那为什么？因为他怕又再中计嘛，哦，因为已经打赢了嘛。那刘表这时候问贾诩说，以前我们是这么强的精兵去打，打你说我们会输，现在我们是被打败的，再去打你又说一定赢，我实在听不懂，欸，但是你又那么聪明，每次讲什么都对，我想听听，请你教我一下。对啊，贾诩是怎么观察的呢？他说很简单，他说刘表啊，您啊虽然很会用兵啊，但老实说你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比你更会用兵，所以呢曹操虽然是输了，但是呢他一定会派很厉害的将领殿后，防止你的追兵。是，那我们虽然是打赢了，可是我们的良将没有曹操多，所以我们虽然追不容易赢他，对，所以会输。但是曹操现在急于退兵的话，是因为许都有事，就是袁绍要偷袭他，那而且他已经把我们的追兵打败了，所以他应该会快速的回去，不会太多的准备，我们趁其不备，所以会赢。哦，他好会分析耶哦，所以最后贾诩就是说，那麻烦刘表你就回你的大本营荆州吧，那张绣我们再守襄阳，互为唇齿，是，哦，然后这样子这一场战役就结束了，所以曹操的南下就停掉了。是，那曹操回去的时候，当然后军被追嘛，这些事情他当然知道，然后就败兵回来跟曹操讲说，因为有一个人挡住了，所以张绣就不敢来追，不然我们会死伤更惨重，这个人就叫李通。哦，那当然也是顺便就，再介绍一个新的亮个相，人物。哦，那这个曹操回去到这个许都以后呢，就表孙策有功啊，封他为吴侯，哦，然后也叫他去围堵那个刘表，那反正你看嘛，孙权什么都没打，就把部队 驻守好，然后就刘表也不敢打他，他也没出到兵，但是就是马上就封侯了。对，那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就有点互相牵制，对，互给利益。对，然后这个荀渠就问一下说，曹操，你走到这个安众，你怎么知道你一定可以赢人家呢？曹操就说，我们没有退路了，一定是死战，所以我慢慢来，然后再设计一些骑兵，所以我知道我们一定会赢的。所以，哦，这里面，哦，就两个事情嘛，是身为这个下属的第一谋士，他也会要多理解长官在想什么，对，那长官也会跟他去做一些沟通，是，不然，而所以他没有回来直接那个称赞曹操多会用兵，他想要知道曹操心里怎么想的，意思是一样，这有我们常常讲说默契，默契嘛，有的人跟有的人默契就特别好，有一些不用言语他就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荀渠后来一直跟着曹操，其实都很知道曹操，要做什么，一方面他也很聪明，二方面他在很多的过程中他其实也是一直，有跟这个曹操在沟通，就知道曹操内心的思考，是，然后这时候另外一个谋士进来了，郭嘉，郭嘉，郭嘉是一个很年轻的天才，也是一个天才，然后他就拿了一个书信，书信给这个曹操说，袁绍啊派人写书信给丞相你啊，说他要打公孙瓒，跟你借兵借粮。曹操就说，我听袁绍其实是想来打我这边，现在看到我回来的时候要去打公孙瓒，然后一定是有什么状况，要书一看，看到这个那个袁绍写的书啊，写的词啊很骄傲，就跟郭嘉讲说，袁绍这么无理哦，我真的想打他，可惜啊，我目前势力军力都没有他多，哎，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你看，第一个同样是写书信，
袁绍就显露出自己的娇慢，嗯，哦，因为他们袁绍袁术都是那个世家都是当官的，是，然后势力又很庞大，嗯，对，就比较喜欢做重这个表面的，看不起曹操，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你跟人家借兵借粮你还恣意娇慢，让人家 有这个要跟你讨伐之心，嗯，所以不但没接到 还得罪了一个人，对，还树敌一个，虽然未来本来就一定会碰到，可是你提早就遇到这个敌人，嗯，啊，这时候郭嘉就开始讲，嗯，郭嘉说刘备刘项跟项羽，哦，刘备项在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刘刘邦跟项羽，对，刘邦跟项羽，对不起，刘邦跟项羽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刘邦赢了，项羽输了，但是其实呢，汉高祖刘邦真的是比项羽强吗？对不对？项羽那么强为什么会输他呢？其实跟现在的状况是一样，我在看您啊跟这个袁绍啊，袁绍有十个理由他一定会输，你是有十个理由你一定会赢，哦，哪十败哪十胜呢？哦，这时候呢郭嘉就你可以说他在吹捧，你也可以再说他在鼓舞，但是你也可以说他在分析，因为曹操毕竟是个聪明的，是，哦，所以他就讲说，嗯，你有十种理由可以赢他，嗯，虽然曹操这个袁绍的军队很多，但是你不用担心，为什么？第一个，袁绍这个人啊喜欢繁文缛节，啊，但是您啊自然就是说啊，他其实都很注重表面，哦，所以这就是你们在成王之道上你赢他的地方，哦，是。那第二个，袁绍现在因他是要去讨伐公孙瓒，他是想要扩大地盘，可是呢我们这边呢有天子，我们有下诏，我们是顺，所以我们在义理上也是赢的，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比较站得住脚，第三个呢，袁绍呢在施政上从宽，可是呢您呢从严，所以在治理上呢我们也是比较强的，我们再来勇猛精进一点，袁绍呢会嫉妒，哦，所以他的部署大部分是亲戚，是，可是你呢为用人为才，啊，对，所以你的气度比较大，再来呢袁绍，啊，多谋少决，就是他有很多计谋但是他都不做决定，哦，他是这样的人，对，可是你呢急策急行，有好的献策你觉得可以就马上就去做了，所以在谋略上你也是赢他的，那再来这个袁绍啦喜欢这个沽名钓誉，啊，你是用臣待人，所以在德恨上你也是赢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开捧的，不过凡事是比较急的，是是是，對對對，好，然后再来袁绍呢对于自己亲近的人他很体恤，是远的人呢他可会忽略的，可是您呢思虑很周到，是远近都会，这什么意思？帮你守边疆的大将因为不在你旁边，可是你可能就久了就忘记其实是他在帮你守边疆，就你旁边的这些一天到晚给你献计你可能对他特别好，是，对，然后呢再来呢袁绍呢会很容易听谗言，就疑惑了，所以为什么他很少做决定是这样，因为他会疑惑，可是呢曹公你不会，你很明理，然后再来袁绍是非混淆，可是你军令严明，好，像我们那天讲的，他骑着马踏到麦田，不是马上叫他的下属来斩他的头吗？虽然我们都知道是玩笑话，最后要用头发，是，好，对不对？所以您最后这个袁绍呢，虚耗声势啊，不知道用兵之要领，可是曹公您啊，常常少克重，用兵如神，所以啊，有这么多的优缺点，对，我觉得。这个袁绍必败啊，他这个分析好有理哦。从那个过程中你看，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完全可以理解，不过等到后面曹操跟袁绍在做决战前，是有一些袁绍那边发生的谋士的状况等等，您就会知道是有
多大的差距。其实郭嘉本来也是袁绍想要用的。哦，对对，那当然他因为觉得袁绍不是明君啊，嗯，所以他就另投阵营。对，好，不过呢，我们呢听到了，就是郭嘉分析了，就是袁绍还有跟这个曹操两个十胜两个十败哈。不过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哈。但是在这个休息之前呢，好，你要不要忘记了，他们现在是三人会议，哦，还有一个人就出来讲讲话了，对，就是刚刚那个荀彧。哦，荀彧，荀彧也有什么分析呢？他就说，郭嘉讲的这个十胜十败跟我的意见相同，嗯，所以你手下的两大谋士，嗯，通通意见相同，就叫他要打了。是，所以曹操其实大家能够想象，他本来就要打，嗯，他其实只是想听听他们的这两个的意见，结果你手下最重要的两个谋臣都跟你，他当然就对，所以荀彧就说没有问题，袁绍没什么好怕的。可是这时候郭嘉就讲了一个，他说其实呢，我们的心腹大患不是袁绍，现在是吕布。为什么？如果我们去打袁绍的话，吕布来偷打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刚好趁这个时候，袁绍要去打公孙瓒，对不对？我们就把吕布给打败了，到时候我们跟袁绍对打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怕我们后面还有人会来偷袭我们，不会腹背受敌。所以看局势要看全局，不能只单看一个点，所以他的谋士真的厉害，就是厉害在那，所以呢马上，刚刚我们不是讲了袁绍喜欢什么，表象嘛，对，所以马上就封诏，封他为大将军太尉，统帅四周的都督。是，哦，那袁绍就更开心了，对不对？那就去打这个公孙瓒。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就要准备来这样打吕布。那他要怎么打吕布呢？稍待一会儿，我们歌曲过后再回来继续来了解这个笑谈三国第十八回，来安排播出异业三独奏。
上烧苦衷，叹如归处言足，禅寺野火烧离木，能把慧命尽烧苦。欢迎回到这一单元的笑谈三国。这第十八回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的计策，对，许多人的胸襟。所以曹操跟他的两个谋士定好了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让袁绍去打公孙瓒，他自己先将来在跟袁绍对战之前，他先把他的心腹之患旁边的徐州的吕布，他想准备把他铲除，这样子将来他就不会有后顾之忧。就好像他在前面跟张绣刘表在打的时候，因为袁绍想来打许都，他赶快要班师回去守根据地。是，所以既然曹操准备来打这个徐州了，我们再看徐州发生了什么事。那徐州的吕布呢，每天就过得好好的，吃喝玩乐是吗？对，那但是每次常常开宴会的时候呢，这个陈规、陈登这个父子啊，就会在宴会里面一直称赞吕布多有德恨啊。哦，成功每好话甜言蜜语哦。成功每次越提越不开心，就趁机就跟吕布讲说：“我觉得哦，这个陈规父子哦，一直在称赞你，这个心不可测，你要小心提防一下。”吕布就很生气啊、你没事献谗言，你要害好人啊。我们都知道前面其实几个章回陈宫给的意见基本上都被否决，是因为陈宫是亲袁术这一派、他是主张吕布跟袁术而是和、然后对抗曹操、那陈登陈规是父子是心向刘备、所以他都一直力主吕布跟这个袁术合作、想要统一这个天下，跟对袁术啊，袁术啊、对，所以这个陈宫就很叹，他说：“哎，忠言不入耳啊，我们以后应该会受灾殃。”因为他觉得他如果判断正确，我们就是往正的方向走；我们判断错误，我的主攻就会让我的部队、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失落嘛，然后信谗言，最后我们可能最后就受遭殃，所以想要抛弃吕布、再去找别的地方的民主，但是又觉得不忍心、他跟他也是一个好感情了、对，好，因为当初你看陈宫最早是救曹操、他是觉得曹操不仁义、大家如果还有这个印象的话、遇到人家其实去外面买鸡买酒要来请他，结果他以为人家是要杀他、所以就一不做二不休，所以陈宫觉得这个人表面仁德，其实宁可天下人负他不义，所以欺、那吕布其实是笨、就是他分不清楚哪一个谋士对他是有忠心的，是，所以他还是不忍心、所以天天就闷闷不乐、闷闷不乐。那有一天呢，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么多巧合、他就带一些去打猎啦、就看到官道上有一个马一直跑、跑得很快，是到我们的地盘上跑那么快一定有问题、他就赶快有点怀疑，就骑小路去把他追过来说你是谁，要做什么事、就没想到那个人是吕布下面的部下的人、就说很紧张，陈宫就收起一声说、就发现到是刘备写了一封信回答曹操。哦，原来曹操要来打吕布之前就写了一封信给刘备。所以陈宫你看连人带书拿回去见吕布，是你看哦，
连人带书拿来见吕布，他自己没有先拆开来哦。嗯哼，他如果先拆开的时候，吕布搞不好又想说，你看你这个又要欺骗了。嗯哼，对，所以就问那这个人就说，没有，这是曹操派我到刘备这边给的书，那刘备写完以后我先把它带回去。所以吕布就把它拆开来看，上面居然写的就是说，曹公你那命令我来杀吕布，我怎么不敢不用心去做这件事呢？但是我刘备啊，兵很少，不敢轻举妄动，等你派部队大要来打的时候，我可以当你的马前卒啊，我整军以待。是，这一看就代表曹操一来刘备就会反，所以吕布一听就很生气，就把这个来使斩了。然后就派这个陈宫他们就说，我们准备来打，就来打这个先打刘备，不然为什么到时候曹操一来也是腹背受敌。对，所以你看哦，刘备跟吕布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大家有没有记得最早的时候，这个徐州是刘备他要让给吕布，后来吕布也很想要，对不对？然后后来刘备出去打仗，这个张飞误事，吕布就趁机占了徐州，所以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其实你看这些人哦，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因利而合了。当这个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大家就马上就相左，今天是朋友，明天马上就变是敌人。这个也可以想想看我们平常的处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太见识那么小，然后不要把很多的利益看得那么重，不然可能你今天跟你很好的同事因为跟你讲个什么话，你可能马上明天就跟他不好了。对，虽然我不会像他们这么严重，因为这些争夺的都是不是你死我活，但是我们把它放小一点来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管在评论在讨论事情，我们还是公允一点，不要因这种小事来伤感情。 对, 對，没错。那当然了，那高顺啊他们就引兵来打小沛啦，当刘备当然知道啦，刘备赶快派人说，那去跟曹操讲说他已经要打过来了，是曹操赶快来帮忙，我军队那么少。那这有一个人去叫做简雍，简雍也是后来这个刘备的一个文官。嗯哼，他们就开始一人守南门，守北门，守西门，守东门，一人守一个啊。那不管怎么样，那个高顺军就来了嘛，然后高顺刘备还在楼这个上面去问他说，我跟吕奉先，我跟吕布啊又没有什么隔阂，你干嘛引兵来这边装作不知道，你资格顾问。高顺就说，你勾结曹操要打我们家，现在事机败露，你还不赶快自己救父，就开始打。那这个刘备当然就是紧守不出嘛，为什么？因为要等待曹操来救援。然后另外一个大将叫张辽打西门，然后这个关云长关公啊，关羽就在这个守西门，他就说，我看你长得一表人才，你干嘛自己委身于贼呢？他把吕布当作贼。那张辽低头不语。这时候关羽就说，这个人感觉上有忠义之气，这个忠义其实指的是汉，针对汉的王室，所以就没有特别出战，所以大家变成你守我守，所以吕布虽然派了高顺军去打，但是就没有把这个小沛打下来。那张辽就把兵呢引到东门去，那张飞准备要出来打仗，打这关公赶快派人过来跟张飞讲说，你不要打了啦。张飞说，你怕什么？他退了你还不攻？关羽说，我觉得这个人的武艺不在你我之下，我用正义的话跟他讲一讲，他觉得他自己有，所以就不想跟我们打，自己觉得有点忏悔。那不管怎么样，其实从关公的角度上来去看到吕布有一个将军武艺个不在之下，就知道张辽是不是一个大将。那这件事情在三国演义的中后段，你就会看出来张辽他是智，还有他的智勇双全。那简雍就把这个书件拿给曹操，曹操马上就跟这个他的谋士讲说，走吧，我们现在来打吕布吧，来去打吕布。但是呢，我现在不担心袁绍，
为什么？因为袁绍现在已经被我灌迷汤去打公孙瓒了。嗯嗯，我现在怕刘表跟张绣偷袭我。嗯，那这个时候呢，荀攸呢另外一个谋士啊，嗯嗯啊，就说不用紧张，好、哦哦，这两个人刚刚被你打败，所以不敢乱动。嗯，好、哦，所以呢，但是吕布呢实在是很厉害，万一他在跟袁术再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危险，我们必须要趁这个时候，在他还没有把这个他的这个属地里面的这些部将统合的时候，赶快去把他击败。嗯哦、那所以呢，就派了夏侯惇、夏侯渊等等，就开始往南下，就去打这个吕布了。嗯、那这时候呢，刘备在小沛看到高顺退兵，为什么？因为高顺退兵是因为准备要去迎接去打这个夏侯惇。夏侯惇他们、嗯、那所以呢就知道是哎、欸、曹操他们部队来了、嗯、所以他就派了孙权守城，然后自己跟关羽张飞带兵出来、嗯、准备接应曹操一起来打这个吕布。是、哦、那夏侯惇呢跟高顺开始打嘛，打一打高顺哎、欸、抵挡不住，往后退，就要往后逃、哦、以前常常三国演义的大军在打的时候，常常是两个武将在那边打来打去，大家在那边看围观之、哦对哦、然后夏侯惇一直追嘛、哦、高顺就逃嘛，那夏侯惇就一直追一直追，这时候呢高顺的有一个部署叫曹信，看到以后就拿个弓箭手偷袭、嗯哎、呦，一箭射去，射到夏侯惇的左眼、哎、夏侯惇大叫一声、嗯、用手把箭拔出来，天哪，好痛、哦！就把眼珠子都拔出来，是，然后说：“父精母血不能丢啊，以、嗯、身体法夫不可毁伤嘛。嗯”所以就直接把它吃下去。哦，我的妈呀！对，我今天看标题，我还在想说，不会吧？他不会真的生吃自己的眼睛？所以你看那个夏侯惇的画像、嗯，他是左眼是、嗯、是瞎的，是包着一个布的。常常那个日本啊，很多在画那个的时候是这样。嗯、不过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夏侯惇是一个很勇的很将、嗯，在那么疼痛的情况下、嗯，这么样的时候，他继续追杀、嗯，然后就把曹信给一枪刺死了。嗯、那当然两边就这样打起来嘛。嗯、哦，那高顺就趁这个时候再追上来哦，因为他瞬间失了一眼嘛。那曹操就输掉嘛，哦嗯、输掉以后呢，刚好呢，这个准备带兵回去来打刘备、哦嗯、那这时候吕布的军队也来了，所以吕布啊、张辽啊、高顺啊各军都过来了、嗯、这边是夏侯惇的军队，那边是刘关张就是来迎接曹操的这个刘备的军队、嗯、大家通通都靠到这边，那接着是谁胜谁负呢？这就是我们要下一回再往下去讲的。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晓。所以好，这、欸、上次有跟听众们 分享嘛，其实这个章节上一个章节这几个章节从我的角度上是、有一点点过长了、嗯有一点点过长、嗯、可是呢、它又很重要、嗯哦、那我们当然知道最后是三国演义嘛，是魏蜀吴嘛，所以吕布是当然是铁定是后面会失败的，是，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谋士，有很多的组织，然后其实你认真去看发现很多的谋士都很有才，对，但是很有才的谋士常常都会遇到主子不赏识，对，不对的主子是，所以导致呢，他们好像就一直怎么讲，郁郁不得志，对，所以也害到他自己，是，对，然后另外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像袁绍，嗯哼，袁绍的兵多将广，谋士强，是，可是呢，他怎样，他缺乏做决定的这种。细腻、哦、对他的那个失败谋而不决，嗯嗯哼，对，所以每一个魏蜀吴每一个人成功他有他自己背后的这个因缘、嗯、那有支撑的部分，可是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做
主子的做主官管的第一个一定要量大，嗯哼，然后气度啊，气度，气度一定要大，嗯，然后第二个遇到危险的时候，嗯哼，千万不要自乱阵脚，嗯哼，对，所以你看曹操打输了还可以慢慢走，嗯，将计就计，对不对？因为遇越危险的事，主将越不能慌，主将越慌会把这样的心引领到这个 军队的其他的人，那下面人就更慌。所以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是有他成功的理由，那这都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虽然是我们在用三国演义在做一个分享，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自己想想看，假如你是曹操，你会到那边会做成这样的吗？假如你是成功，你遇到这么不赏识你的吕布，一直不听你的建议，或还被后面的测试一直讲，你明明知道他是害他的，你还会做什么事？你看成功就反而因为这样子反而危机就是转机，就抓出来原来这个陈登、陈规父子其实是反吕布的，从这个过程中就重拾了他的信心，对，那也看到很多的这种谋士他很中间，那也看到的很多的谋士呢会容易做客观的分析，对，那个分析是其实我觉得像郭嘉，他虽然这样讲，其实他早就知道曹操是有一统这个天下的这个决心嘛，所以他知道他一定迟早会跟袁绍对抗，所以他就增强他的主子的信念，对，所以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不请之师，你要去帮他就是去不请之师，你看好的参谋其实一直在帮你做不请之师，像那个荀彧在许都虽然不在第一线，他马上把各派的他收集到的情报，对，不管这个孙策，不管袁绍，等等，就一直。可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前两个章节，袁术要称帝的时候，他反而他的参谋群都不行，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没有文将，对，没有好的文将，也没有好的武将，对。所以，那另外就是像刚刚那个刘表，是，对不对？第一次追杀，曹操输了，怕自己的部队再折损，就不愿意再去，对，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决策，就是人生在这个路程中本来就会碰到很多的决策，我们不见得能知道我们这个决策做某些事的大事小事的判断，可是我们到最后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决策而做出一些代价，就回来跟这个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好了，我们这样讲我们应该都很多都考过联考嘛，对，对不对？联考的考试的我们通常，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通常是分三天考，但是你如果是文科就是前两天，理科两天嘛，有一天是共同科目，所以每个人大家都会去考个两天，是，那一天考好几科，请问怡君前一天晚上你是读哪一科？前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当然是读隔天的第一科啊，或是其实前一天晚上要好好睡觉嘛，对啊，当然我讲的是在睡觉之前啊，对对，这个就有不同的策略啦，对，有人是读他最弱的那一科啊，对不对？有人是读他最强的那一科，他让我把最强那一科分数再多捞一点，那弱的那一科反正再怎么急救章也来不及了，所以每个人用的策略不一样，对对 对，那也有人是属于那种在最后的时间的时候他不读书了，他密集的考试，他把历届的考古题一直拿出来做，也有这样，对对 对，那也有人是属于那种快速读，就是我就很快的大范围的那个 review 再复习，所以每一个人用的策略不一样，是，对，那你不知道考题嘛，所以考题完以后才知道，可是每个人针对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优点缺点，去做自己的最佳化调整，是，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后放榜的结果是不是你的决策一定是对的，可是呢这就会变成是说，当你是不同的思考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方式，同样的意思选科系也是一样，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的人是选校，有人是选系，所以有一些人就是
我不管，我以公立先上为主，对，我以大学名称为主、嗯、所以有一些人真的是、欸、我宁愿去学那个最有名的大学里面的最冷门的系、嗯、但是也有人说、啊、我就是想这个有兴趣我就选这个科系、嗯、对，当然必须要说很多的人就算毕业以后也不见得是走原科系的内容嘛、嗯、像我就不是啊不过怎么说，这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做的抉择、嗯、对，做的看法、嗯、那同样的道理、这些民事有的时候跟组织的结合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缘分、啊嗯、哼哼，所以你看像成功、他如果一开始就帮曹操、遇到那个事件他没有离开的话、搞不好第一谋士是他不是荀彧、啊嗯、对不对，以曹操这种进步的速度是，对，可是他有他自己的见解、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的信念，对、嗯、他不喜欢这种为了自己的那个对泯灭掉帮助你的人、甚至把帮助你的人都杀害了、所以他觉得曹操不仁、所以他决定要换掉、这也就是我们常讲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是意思是一样、是、啊、虽然几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民主、不过吕布算是听他意见比较多的一位君主，对但是他这一回合也差点要走了好，所以无论如何到底这个大战会混乱成怎么样呢战局会如何呢，就且待下回分晓咯，对、okay、我们三国演义呢、一共有120回哦，还不到十分之，哎，超过十分之一，差不多了，15%了，对对对，好，也算有进步啦。但是这样慢慢听，慢慢听，也都开始对这些这个常常大听到大家说到的这些名将，也大概对他们的事迹渐渐的就有概念了，哎，是蛮有趣的。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来安排播出这一首这个《静如琉璃》哈，真的还是希望说这个世间都是一切平安吉祥了。我觉得对于所有的百姓来说，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对，也希望现在这个时间、全世界还是有很多地方有战乱、希望战乱赶快停止，每一个人心都静如琉璃，让这个天下无灾无难。是，好，非常谢谢萧副总监，谢谢怡君，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回见啦，拜拜，拜拜。东方永春早见人间悲与喜，一念佛心映彻在心底，清安自在自来去，滚滚红尘烦恼回不去，来来去去流到不停息，一念佛心永不离，来去人间静如琉璃。And the moon rises up in the night.